首先欢迎 Taylor 老师。今天先邀请到台湾的美容专家代表，接下来也欢迎凯乐，是我们台湾的女性艺人代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日本的女性艺人代表石川绫明小姐。好，那今天呢，邀请到三位贵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当中了，先请三位请请坐，どうぞおかけください。好，那首先呢，在这边也是有好多的问题，因为请大家，像请三位贵宾在听到呢，我们阿多库斯美在台湾即将要开启第二间的新店铺，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兴奋哦。那所以首先要先问一下，当然呢是大家这三位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们，以前都有听过阿多库斯美，或者看过他的网站，或者是在日本当中有看过他的店铺吗？是不是可以先请教一下雷娜桑？这雷娜桑中文是完全 OK。还可以，我当然知道，因为其实我昨天晚上也看阿多库斯美的网站买东西，是，而且日本所有的年轻女生都知道阿多库斯美，我也大学的时候常常去他们的典礼买很多东西，所以我真的很开心这次阿多库斯美进来台湾。是以后那个雷娜桑也可以在台湾可以好好的来逛阿多库斯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那今天也想要问一下 Kevin 老师啊，因为想必呢你去日本的时候一定会呢很努力在收集一些最新的美妆情报啦，或者是赶快去做采买。那现在这一次呢，这个你们全新店铺已经在这么短时间来到第二间，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其实 a Cosmey 不管是网站或者是商店哦，一直以来，很多人如果有 follow 我的粉丝团都知道，我平均每个月都会有日本相关的这些新品啦、药妆店的这些文章或者是影片。那么很多人都会惊讶说，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新的商品或者是商品的内容？很多时候都是先从 a Cosmey 的网站上面去搜罗日本女生爱用什么，她们现在追些什么，有什么是我没看过她们很喜欢的，是，然后呢再到 a Cosmey 的商店当中去购买。如果说我对当中有疑问的话呢，我很幸运的是在日本有朋友可以帮我联络，甚至于跟品牌沟通，所以其实 a Cosmey 可以说串起了我跟日本美妆品的一个最棒的桥梁。真的，所以呢，其实，在未来，我觉得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大家喜欢漂亮然后爱美的女生朋友，您都非常期待。所以呢，我想凯乐，你应该也非常期待，对不对？真的，因为女明星上电视，一定要把自己的外表照顾得很好，所以我们会很注重这种第一手的资讯，就是我们会变漂亮啊，擦了化了，是让人家感觉容光焕发。所以其实从以前就一直在发了，然后知道他见到台湾就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是每个想要变漂亮或者是爱漂亮的人类都应该要知道。人类，这也是不分男女老幼的意思，对不对？是。他其实也有男生专区，对，很你们观察得很仔细耶。那我想呢，既然你们都话说到这个地步了，想必三位应该都用过阿多库斯美大赏的商品，对不对？要不怎么常去逛一些美妆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有一些特别的商品上面都有贴着阿多库斯美认证的贴纸。雷娜桑，你自己有本身有用过吗？我家里有大奖的东西啊，因为现在呀、网络上的情报是真的蛮多的，是，而且牌子也蛮多，我们都不知道什么牌子是最好的不好的，是，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Art Cosmey 第一名就觉得很有信赖感，安心的，我们可以试试看这样子。而且有时候我们不平常用的牌子是大奖，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这个牌子我不知道啊，那可是他大奖，那我试试看。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大度啊。果然是上面只要看到呢，都不准认证，所以就想用看。对，老师也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然后特别就是对某个商品有兴趣吗？其实为什么 a Cosmey 的这个大赏会让我们就是喜欢美妆的人特别幸福的原因，其实就在于 a Cosmey 它这整个网站是由消费者自主品鉴，真的，对，它是所有消费者使用过之后，他们对于这个商品的心得嗜好，在 a Cosmey 网
站上面留下他们的评论，所以呢你可以透过他们不同的品项评选出来的即使不是自己本来想要买的东西，你都会忍不住说这个第一名，这个第一名我能不买吗？是，海乐也是这样，对不对？对，因为只要有贴那个Adult Cosmet 的贴纸，你就觉得说哇，这在日本一定超人气，对，一定很好用，你就会觉得说很想要买回来试试看。而且有些就有时候女生就是明明没有时间逛，是，却很想要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排行榜就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贴心，你就可以直接看哪边有贴纸，哦，就知道它是前几名的，是，直接。都非常有效率的变漂亮，真的。那我们到底 Adult Cosmet 它在网络上的这一些使用者他们的心得到底有多有影响力呢？因为其实 Adult Cosmet 这个排行啊，不知道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知不知道，是从2000年的时候开始。那么呢，其实当中有非常多种类，例如像化妆水啊、乳液啊，然后身体包等等，总共有50个种类这么多。那只要呢是得到第一名的商品，老师你自己相信，我相信你应该也知道了，它的营业额会整个是2倍到3倍的成长，这么多。非常的可怕。对，一旦只要能够贴上就是评鉴第一名的商品，我想不是不单单只有在 Cosmet 的商店网站上面，即使到了一般通路，你只要拥有那一张贴纸，基本上就是畅销品的通行证。真的，对，那大家拿来贴什么商品？就三个，大家每一位都贴一张，对不对？第一位这样子有没有？好。